你是真的觉得超越不了马云，还是因为你女朋友说超越不了马云？这个哦，这个我真觉得。马云退休后，你觉得换了老大的阿里能否超越马云时期？我觉得可以，因为现在毕竟阿里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了。能从苹果我们能看出来吗？我觉得乔布斯还算厉害的，后来的事情吧，就哪说哪了了。可以啊，马云选的嘛，肯定是对他放心才会选择他呀。库克在接班之后，不是很多人都说他不如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吗？没有啊，他销售额更高了呀。某一方面他可能会更好，但某一方面可能没有以前好。那肯定可以啊，未来的人他接受的教育肯定比以前的人要更好啊，又有前面的人做铺垫，没什么理由做得不好。江山大有人才出，我对中国的未来比较有信心。超越是肯定会超越的，因为他本身的基础和他的战略方向其实都已经稳定下来了。那如果能够按照他现在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你还记得苹果吗？客观上来说，苹果还是有超越的，因为如果你自己去研究换了库克以后的那几年的财报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苹果它其实是在那几年去稳固了全球手机霸主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基于它现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来看的话，未来的至少5年到10年内，我相信阿里还是互联网的第一梯队。